下面请您欣赏福寿全，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家给您的，得嘞，哎，一会儿了不得了，还有啊，快来吧。谢谢啊，给先放这儿吧，要没地儿。那个，因为说相声，我家里开了小铺，什么都有，吃喝穿戴。那天有谁开幕式送那花环，手捧花，好，里边都炸鸡腿儿啊，哎呦。这要不知道，那是，知道能不知道吗？哈，他上门，侯震他们就给吃了，很开心啊！咱们去寻找这位好心人，那个刚才是高峰高老师，是栾云平，啊，高栾嘛，一个是我师弟，一个是我徒弟，嗯，啊，俩人不错，咱们下去休息休息，是看不见是吧？啊，我白挡那儿了，现在还看得见吗？拿这个。坏人，谁呀？我们在一块儿那么些年了，这人特别的好，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不好色，就好人嘛。真的，这个玩心大，喜欢玩。好家伙，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这什么话？什么叫都不放过呀？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啊，都养，小猫、小狗，是猪啊、野鸡呀、啊、什么的。哼，他也下得去手。你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替您开心呐！嗯，邀请您上我那儿玩去。朋友啊，挺好的啊。嗯，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您别客气，有什么建议您就说。真的啊？嗯，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怎么叫范围小呢？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啊，养动物，对，玩虫子，嗯，啊，扇子，嗯，扇子，对不对？对对，文玩嘛，鸟笼子，是，就这些东西，你再怎么说，嗯，它也是北京的东西，啊，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天津也玩，上海也玩，但是，嗯，北京是根儿，那是，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皇上背了玩的。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嗯，玩这葫芦，嗯，这葫芦想出一什么东西，哦，做一模子，对，开出50亩地去，啊，套上模子长，嗯，这一夏天这一季收下来可能就落仨葫芦，这是行家，值吗？值，值，这就是玩，对，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就废了，50亩地落仨葫芦，值，花多少钱愿意，嗯，这叫玩，对，这就玩。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出了北京少。但是啊，嗯，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我出去转啊。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当然是，外边也有，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啊，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哦，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您瞧见我了吗？怎么了？我这些年，嗯，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啊，你就别提这文学。别提搞文学的了，这个出去才知道啊，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哦，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啊，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土地肥沃，啊，它的那个气候。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不一样，哦，有水土的关系。您说，您玩野鸡？大家啊，说点别的不行吗？是是，啊，就是您玩那小鸡儿，对吗？啊，您玩腻了是吧？啊，您可没想到，嗯，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这我是想到了，啊，贵啊。玩儿还在50亩地出仨葫芦，你都认头？哦，整个日本国还出不来一个你爱的鸡吗？
不是您这怎么听着不像好话，您真劝我呢吗？这人呢脏心烂肺啊，我这个话没错啊，啊写成文字送到哪个衙门口去备案去都没错，想歪了是你心脏。哦，这真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那当然了呀。那我上哪儿啊？外边好，哪儿都行 啊跟我说怎么着对吗？先找三大帝国送您出去。怎么叫三大帝国呀？越南、泰国、柬埔寨。哎呀，这叫三大帝国呀！送您上那儿看看去、嗯、啊！这我跟您说啊，您现在您是趁点钱，您分跟谁比？您跟说相声比于谦了不得。没有，咱真见过有那说相声的是吧、啊？一年就演六天，哦，打初一到初六，哦，节去。哎，有的是场店，有的是龙潭湖庙会，那可不呗啊！平时谁让他演、啊哦？有屋顶的地儿谁让他演呢？是不是？哦、一定得见天日啊！一年演六天，一天给100，不吃不少，六百。嗯，庙会上再偷点羊肉串，拾、哎、点拾点瓶子，也落1000块钱。哦，对吧？您跟他们比，您是很厉害。是是，但是您真一出去，您才发现，您趁这点钱呢，嗯，不算什么，九牛一毛。哎呀，真不算什么。不是，我就够吃够喝的。九牛之一毛，万鸡之一鱼。别提这鸡了。多难说，万鸡之一羽，嗯，也就是我听得懂。那错不了，一万只鸡，一只猫。对，行了，别提这个，知道吗？嗯，我是哪儿都去。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是有时外边演出啊。嗯，之后呢，他惦着家里这些个小动物就回来了。嗯，我也好交个朋友。哦，什么洛杉矶呀、啊，是吧？还是鸡呀、啊？这个不是，到法国，法国也去，哎，都得去啊，法国，反正哪儿都去。嗯，澳洲也总去，有时候也谈个生意。哦，还做买卖，就是要又不为挣钱。那您就是我对钱没有概念，真的不是怎么叫对钱没有概念，钱也是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就高兴，给人帮忙，哦，这事成了，挣钱是你们事啊，啊，发财都是我在边上看着我就乐，乐高兴，不为挣钱，哎呀，给人帮忙，钱财乃身外之物。那您还是有钱才能不为挣钱，有钱没钱搁一边。玩心大，您也好玩，嗨，但玩的跟您不一样啊，您净玩动物了、啊、对吧，我这就不像好话，您净玩小宠物呢啊，我净玩人了，哎，嚯，是吧，哎，这学不了、啊啊哎、同喜同喜，这谁跟你客气啊，怎么了，怎么我玩的都是人际关系，哦，人情学，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东西，哦，哎呀，这愁的不行，打算干嘛，我打算怎么怎么样，没辙了、啊、冲我说，我给你帮忙，您这是好啊，您这是助人为乐，心眼好、哎、不能怎么说 啊不求回报，那太好了，那您这回给我出出主意就行，你不用再怎么周济我，您就我您刚才说我眼界窄，坐井观天了，您给我指指道，您这看见了吗，善良啊，善良，我就爱跟这样人交朋友啊，真的、啊、不是，我这确实是啊，我这啊、哎、您这见多识广，我也不谈不到见多，就是接触人多，你包括这回我前两天刚从澳洲回来，澳洲澳大利亚啊，世界有五大洲，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美北的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一个都没听明白啊，这就是老在圈里边待着呀，不是，什么叫在圈里待着，闭塞啊，是有点闭 闭塞了 啊哎，世界这些澳大利亚州叫澳洲，澳洲是这我知道，现在又有这个直飞了啊，由打北京半夜飞到那儿，那儿的时间下午，哎，嗯，就到了，有什么9个钟头、哦、10个钟头，哎呦，10来个钟头，哎，很紧，不叫上飞机睡觉，哦，上飞机啊，把空姐叫过来，铺好了呗，来，来睡觉，什么，等会儿，我愿意去，你还到那儿就飞回来吧。你这废话，这不得下飞机歇歇吗？你还给人帮忙吗？帮忙，给空姐、哦、空姐先帮忙。哎，这嗨，不是、哦、你怎么着去澳洲？就上飞机，上空姐来、啊、铺床，哦，弄被子，是还是躺好了睡觉，一睁眼到了，哦，到澳洲了。到澳洲，有时候到悉尼他们叫雪梨呀、啊，啊，雪梨，哎、有到有时候到墨尔本，，有时候阿德莱德，哦，有时候珀斯，哎，啊、反正几个地儿我老去。这是城市吗？哎，对，我最爱是墨尔本。墨尔本好，说白了大猫本，啊，就都叫猫本啊，哎，还行啊，不是，我也是微博上看的，看过啊，就看这词儿，哦，看哦，这我是总去那儿啊，这些日子不也是跟那儿吗？您在那儿干嘛呀？嗨，我最近去是给人帮忙去，
又给人帮忙去了，净这个事儿一天到晚的。什么事儿让您帮忙吧？嗨，当初有这么一个老华侨吧，啊，也是咱们这儿人，嗯，年轻那晚呢，就是上澳大利亚做生意，哦，哎，这墨尔本呢叫新金山，他新对他跟那旧金山是对着的，新金山他出金子，新金山，对，这老头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道那儿出金子了。扛着铁锹打架就一直就走到那儿去了，嗯，这老头也够梗的。那是那是那是啊，扛着铁锹走过去的，是走了半截不就上船了嘛，然后跟船去的。哦，哎，走到海边，走到海边啊，到那儿就一辈子跟那儿。现在好家伙，这老头还了得？怎么个了不得？我老说，我说你首富啊，首富。他那会儿不不不不不不，其实咱分析，人家是不愿意说，不愿意说有多少钱，得趁点什么。墨尔本啊，就是那个山坡上一个山坡上六七套房子，每套房子一两万平米，这算一套房子。一两万平米，啊，一个山头上五六家，一个山头啊五六家，前花园后花园球场什么游泳池这都得有，这么算是一套。哦，就这样的山头，老头趁七百多个。澳大利亚有那么些山头？澳大利亚，记住了，啊，澳大利亚那地儿。整个澳大利亚的地儿，嗯，跟中国几乎一边大啊，国土面积。整个澳大利亚的人数相当于北京这么些人，那就是当地买房没有说呀，我们家3000平米、800平米人没有。那你们买房多大？嗯，我那个院墙啊，开车2小时。不，院墙开车就2小时。俩小时，所以说我老说这老头，我说你准是啊，准是有大钱的人。啊，这不用您说了，不承认啊，不承认啊！啊，对吧？海边黄金海岸啊，好几块都切下来是他的。你这玩意儿，他给人分了。就是有时候咱上那旅游去，跟着海边趟了水吧，是吧？啊，趟水趟到这儿，嗯，有块牌子写着"前方不许趟浪了"。哎，这还是北京去的老头儿哈。不是，我给你翻译，因为要说澳大利亚的那个大雨啊，你不懂。啊，亚语啊，是那个韩国的，那是不是亚语啊？什么澳大利亚语？澳人就说英语，啊，是很哎，怕你不懂 啊， 啊，就大牌子，前方不许趟浪了，这里是王大爷的地儿。哎呀，哎，就说老头姓王，跟王大爷，哦，咱们就得穿上鞋啊，绕，就这一绕，先打车，啊，打车3钟头，绕过去，绕，哎，脱鞋，这海滩，脱袜子。这牌子，嗯，这里可以趟浪了。哎呵，这里不是王大爷的地儿了。哎，对，一看换河北人了吗？哎，这里了吗？这里就这么趟，就净有这。他走着又来了 啊， 啊，这里又不可以趟浪了。哦，你瞧瞧，你就知道多趁钱呐。不是，他地方太大了，这不叫事儿。家里那大钻戒，好家伙，这么大大钻戒，单有一个屋，这一屋里边都码着饭盒，一饭盒一饭盒的钻戒。你直接码钻戒不好吗？你们干嘛码饭盒，啊，他是拿饭盒当计量单位。哦，你们还这几克拉几克拉，人家几饭盒。我们净吃饭的时候，你多大饭量？我吃三饭盒。三饭盒啊，你这个六天庙会不够吃的。不是，他们拿这量钻石，拿这一饭盒钻石啊，反正大概齐是多少，这不是码尖的就码尖的，码多码无所谓，少多点少点没关系。哎，这一盒一盒都码一屋子，知道吗？哎呦，趁钱，钻石，咱看都瘆得，每回我都是啊，上那儿去，我跟老头啊，完事请我吃饭，他请您吃饭，请我吃饭，那您真是好交。俩大沙发对脸坐着，嘿，上面铺着白颜色北极熊的皮，我的妈呀！我们俩这得吃，对脸坐着，嗯，一人一饭盒啊，啊，俩坐山雕嘛，这不是。北极熊皮子坐着拿饭盒吃饭，吃完之后呢，啊，拿着饭盒接点开水，喝了喝了，喝汤，喝汤，沏点汤，知道知道知道，嗯嗯，沏点汤，这就爱这王大爷，啊，这好，他趁钱，他趁钱，其实不是您给他帮忙，他肯定也跟您是朋友。嗨，要不说一说这个，其实我这个，这不是死，怎么了？死了。王大爷，你没事别上微博啊！不是怎么了？不是您哭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啊？哎，这么个好人啊，没了。哎呦，还真让我说中，真没了。以后我在家趟浪水，那就没人管了。你这不，
不是饭盒七汤没有这个待遇，难受，死说死就，哎，不是您，他不是请您去呢，你干嘛呀？是是，活着时候老去，老去跟他玩，这回再去，啊、家里那几个姑娘啊，老头九十了，哦，那是高手，还有几个四个闺女啊，都六七十，那可不嘛，这几个姑奶奶哭了都不行了，那是亲的热的呀，说死之前就念叨你，说 就想你，就想你，你也没来，哎呦，就后悔，我跟你说。啊不是，那你是去？你不是不去了吗？就这回没赶上吗？这不就是没赶上最后一面啊？没瞧见呢。哟，我这心里，我跟你说，可不是滋味啊。这个怎么着？老头儿干嘛去了？你有个遗愿就是啊，就是说死在澳大利亚，但很希望自个儿的丧事能够像在老北京一样发送自己。哦，他要办一办北京的这个白事。你想九十来岁了吗？啊，他可能是一九三几年，哪年我忘了。嗯，属狗的老头啊，哦，今年九十多岁。嗯，哎，就说死了，但是。要落叶归根，但是死尸没法运回来，那是就跟当地说给他按老的操持操持吧，完事说好热闹，好听个戏，好听个相声，老话说有钱难买零钱掉，是是是。姑奶奶说你要能回北京啊，给他叫点那个戏班的呀，说相声来吊孝来。老头九泉之下，也赶紧干嘛？你趁这么些钱，你还他就来不了北京，这尸首运不回来没关系，请几堂过去给咱唱着，是说说怕什么？但你这事怎么跟人张嘴说？走，咱们商演去，咱好说话。说那谁谁这结婚了，好，这请人吊孝，这您糊涂啊？什么怎么说都没关系呀？你这个给了，这有这个就管什么活呢？我们是演出去，我们又不是吊孝去，对吗？我都给钱就完了嘛，您有时间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先说什么事儿？不是，就是，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爷子，这个九十多岁，这个老喜丧这个事儿、啊，甭说死一个，嗯，一年一天死一个，我都有时间。这事儿我刚才没看上您，这个给了，怎么了？您这是？哦。就您能去啊？我废话，我养的动物凭什么养啊？凭哪儿买的呀、啊？我糊涂，哥哥您真是太可爱了。就是，我是帮人料理这个事儿啊。哦，您帮人料理这个？料理我，因为这个关系。还说什么呀？四个姑奶奶说你受累吧，你我们也不认识北京那帮说相声。您说我，啊、您怎么您不认识我？不是，你也知道我在说相声界这个人缘，您也是知道的，是吧？他们，对吧？没事儿，有我都给您约。那没事儿，因为真没办法，北京说相声，我跟他们说老喜桑他不去，我要说老喜桑拿他们行。哎嗨，老喜桑拿不成，老喜桑拿谁给钱呢？是是是，这就说这意思啊。啊，您要是能去，那我先谢谢您。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我们应该做的。那个就是怎么大岁数人不是？再得说前边啊，你怎么去法啊？就说是肯定是啊，就人家有那个私人飞机过来接。是啊。啊，私人飞机过来接，这私人飞机过来接，然后多大挑就什么都不管，就到您家门口给您哗都装上就走了，飞过去就行了啊。完事主要是就是那个费用这块是怎么说？您瞧，您这谈钱就远了啊，谈钱远了，人这九十了，老喜丧，咱这刚不，您别啊啊，就说到前面，因为该怎么说怎么说，别到那儿回来不乐意也是事。就比如说按照您的心理价位，您就说一天，您到那儿一天。比如您去十天多少钱？五天多少钱？您说一天，您说一个数，我们好给您算这。我还是心里、啊、不就您不就就您看着看，您看着不我看着看，我给说少了。老头又不是没钱，他也不在乎这钱。您看着不是老头没了，问题是我又给人组这事儿，要外人别的说相声的，一般的不卖钱的说相声，我真好意思说啊你去不去？一天给你$50,000，对不对？我跟他们我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一天$50啊，您我们相声就不卖钱。我们就不卖钱，您看，您说这$50,000，我们就觉得很高了，就不错了，是不是？当然，您要觉得我们是那个卖钱的，您加点你就去。嚯，那您看着开，没跟人说您看着开。要是一天10万，行，这个。咱们愿意过去给人办这事儿，这是积德行善，不为钱的事儿。可行啊？行，你别到那儿翻脸，10万少，我可没法应啊！谁？您别翻脸就行。我翻什么脸？我这是
不是您真的假的？不真的，咱们说是实实拍拍，到那天那飞机可得来。我还那不是说，但是人家、啊、我其实挺为难，因为人姑奶奶说了，说你大老远打北京接一帮说相声来是吧？反正最少得待100天。我。是吧？你说说每10天呢，就再给加10万，每10天加10万，我不敢说，你真说少了，对不起人家哥们兄。100天，每天再给加10万，哎，对，待够10天，待够10天加10万，啊，加十万，待10天加10万，最少待100天得。您跟姑娘、姑奶奶说啊啊，我们不回来了，好吗？他能待多长时间，我们就待多长时间，那是您的事儿，反正你不能低于100天，这我没法交代。您放心，真的，我人给钱真行啊。哎，您放心吧。但是我有好些丑话，得真是得说前面。我人其实脸皮薄，真的。应该说说，没关系。就是这是朋友。虽然说是在澳大利亚啊，但是人家是尊老理儿，按照老北京这个办白事这个。老北京理儿咱懂啊，您让他说，咱守规矩。就是人家出来进去的，反正人都讲究穿个孝。是咱们现在新式新办不让穿孝，澳大利亚谁管呢？人家都穿着孝，还得扎个什么白的那个孝带子什么的。这个我就是，您要是去的话，不是啊，穿孝可以啊啊，穿孝是家里人穿啊，我们演出去，我们穿根孝，家弄一孝带子，哎哎，不老好看。是，我也说不老好看的，但是人家姑奶奶说，啊、反正是那个意思吧，啊、你就来小白带儿，这么一拴啊，是表示表示，谁要拴的话，就是给谁一条，给谁一条黄瓜呀、啊。金子，黄金，一条黄金，一条黄金，扎这么一根小袋子，一条黄金。您跟他说啊，我们不是为钱啊，这个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不是？啊，人家出这么大事儿，啊，咱们去了，不管是娱乐，不管是什么，给老头办这事儿，对不对？咱们表示表示，您扎不扎吧？扎，您要扎我做主了。怎么着？两条，这我冲您说了啊啊，冲您说了啊。可是这可不是说多大的呀，那个就5两一条。5两一条算小的呀、啊？就是1斤呐，1斤黄金，谁要扎这个？哎，扎吗？啊，扎两条，啊、让他们给您撕一点，表示这孝带子呀啊，孝带子。您跟他说 啊，稍微撕宽着点。我给孩子改个小被子什么回来，我啊，这别浪费。你都趁了黄金了，你还在乎这个啊？浪费嘛！哎，要是系上这个了啊，鞋上边是不是得绷上点了？绷什么？绷个白面儿。这啊，这就单说了啊这鞋咱可不能绷。哎，不是这来回来去走道，满世界全是白点儿，你这多难看。不是光绷这白面，还怎么着？还有红后跟儿。这还是近人啊，这是 啊，那可不成。怎么了？这凭什么我去给扎一红后跟还绷上鞋面？这太难看了。我们是演员，绷不绷？要绷呢，5条金子，而且一只，两只是10个，绷。好，我又给我一枪呢。您跟他说啊。不是为钱啊，不是为钱，崩了啊，崩了啊！这事儿，这要是崩的话，我觉得啊，袍子是不是也可以穿上点？什么袍子？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素素尖尖挺俏皮的小白袍。孝袍子呀，啊，还啊呢？这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哪儿啊？我们这人家办白事，我们穿一孝袍子跟人满世界晃悠，哪儿、啊？您可别让我问住了。你问啊！你们这有时候也跟着唱戏，对不对？啊，演电视剧，对不对？是啊，演电影，对不对？演啊！我亲眼得见电影里边好，你们披麻戴孝的呀，有没有啊？您不懂，我怎么不懂了？您这是外行啊！我们演个什么电视剧、电影啊？啊，就包括舞台上啊，我们只要穿一个孝袍子啊，我们那叫有彩钱。什么叫彩钱呢？演完出人给个10块8块的，给个红包啊，给个红包叫彩钱，冲个喜儿。哦，穿不穿吧？要穿呢，一饭盒。坐沙发上能吃的那个吗？那俩算文物了，知道我们俩喝汤的那个啊，一饭盒钻石。
未必答应。你别看我跟你说这人呐，他耿直，你不愿意啊。其实吧，人家都穿孝啊，咱要穿花花哨哨的到那儿去，倒让人笑话。给个衣服穿上点就完了。你都感动我了，是不是？你说，要是袍子穿了啊，哎，个帽子是不是也戴上点？戴什么帽子呀？那白帽子呀，孝帽子呀。对，上面还有这么十多个球。我十多个球啊！您等会儿我算算。好的啊，一个球是孙子辈的，俩球是重孙子辈的，仨球按咱们土话叫耷拉孙儿、低拉孙儿。他我孙墨子了，我这是，您拿我当黄天霸那么办了？这个一脑袋球多精神，那不行啊！一抖楞哆啦哆嗦的，不行，没辈儿了，这不成，没辈儿了，没辈儿了呀！啊，两饭盒，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两饭盒哈。其实我觉得这都扮上了，不戴帽子头齐脚不齐的更难看，戴上点是一身。你也就是这么一说啊，你穿上未必好看。我告诉你，我还告诉您啊，演员他要有貌相，有衣服架子，穿上什么让人看着都得漂亮。嘿，舞台上展示的就是这东西。您要这么说，我们能不能看您穿上参观一下？咱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儿，没东西。你现在先不用试。哎，这句话可问到我心腹里边了啊！那个秘书，秘书，快来拿医生帽子来呀！快来，哎，不是您这还带着随身带着这东西，错不了。你看漂白的，你看了吗？啊，不啊，还是漂白的呀，多好！来，来，于老师，看看合适不合适啊？不是，这就。倒是挺俏皮的，嗯，我也就落一俏皮了，那是。哎，这扎根，这搁在左边，搁在左边。哦，这是两条哈。对对对对对，嗯，太好了。嗯，还有您这小帽帽，嗯，您这才俏皮呢，那错不了。嗯，球，球没有，那两饭盒得给，啊。那您放心。一点儿都不耽误，作笔成样可以。是是是，啊，看着我就悲从中来呀，啊！不是，您看这，啊，这精神不精神？那错不了。啊，哎，穿什么样，咱都有一精气神儿，对吧？我跟你说，这个专业的演员他就是不一样。咱们练过。是是是，我练这干嘛呀？不是，就是行嘞，这一趟去啊，我许您的。一样都不会少，那我就跟您说话了。哎哎，那错不了，啊，这错不了，您放心。嗯，到那儿去之后呢，精神状态好一些。嗯啊，其他的活也不用您帮着干。不，您这说错了。怎么呢？您受这么大累，我们不得帮着您吗？哈，啊，您要说这个就远了，啊。您有什么呀？嗯，搬搬扛扛啊，嚯，小东西拿走，我们干。有的是干活的，有的是干活的啊。啊，不用您，不用您啊。不是，就是出殡那天呢，有点小玩意儿，啊，您帮着拿着点。您说什么东西都成。啊，那个老爷子挺爱的一个东西，什么别人拿回不放心，哦，也没多大，就几尺长。哎，这不行啊。哎，贵重的我们可拿不了。嗯，您要说老爷子生前喜欢一翡翠白菜，万一摔了赔不起。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挺可爱，挺可爱，你们小花楞棒啊，不贵重，扔在街上就没人要。花楞棒，对对对，就是这么长一个棍儿、啊，头里有一个钩，钩上有飘带儿。这飘带上写着“西方接引”，嗯，还嗯呢还，啊？像话吗？怎么了？说半天打翻是吗？啊，别啊了。哎，像话吗？哎，你别摘，你废话，我能不摘吗？不是哦，打澳大利亚来找人，找儿子来了是吗？不是，你看打翻儿子干的，知道吗？钻石那么大，你废话，不是还有黄金？你别坐，你少来这套。不是什么黄金的钻石啊，哦，我给人当儿子去，我大老远坐着飞机接我给人当儿子去啊。啊，我跟你说，你那同行同业的看你们笑话。不是你听我说，你本身就得罪人，你不能让我们这么得罪人，对吗？这叫什么话？我们家还有好些亲戚呢，我们父母健在。
儿女也有，不是干嘛呀？你看你这到最后人戳我脊梁骨，于谦去给人当儿子去，你有吗？干嘛呀？我们干这事儿，我们不为不差钱儿，对不对呀？你看这味儿，你要早说，我刚才我不给你费那个劲。你早说，我们还不干这事儿呢。其实人家说，不管是黄金呐、啊，什么现金呐、啊，给的钻石，按说给的是不少。你少我不，对不对？不在乎。老头跟那海边啊，趁十个轮船公司，跟我有关系吗？东南亚还有800亩橡胶林啊！我不要，知道吗？不要。私人飞机50多架，我不会开。好家伙，老头哎，老头还有贴身大丫鬟50名。全世界选美的冠军老头都留在身边伺候自己，这帮丫鬟好家伙，没有低1米8个的，大高个大长腿，知道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有日本的，有法国的，有埃塞俄比亚的，有越南的，有美国的，东南亚也有。哎，我跟您这么说，瞧一眼这鼻血刺刺的窜，知道吗？老头当年有遗嘱啊，谁要是打翻报罐，就这50个丫鬟让你随便的挑，知道吗？你要愿意带走就带走，你要愿意在澳大利亚就在澳大利亚，给你房子给你产业，跟这50个丫鬟一块过日子，享不尽的人间富贵。咱甭说别的，你当个皇上也就如此了，你说我图什么许的呢？咱是好意，这里边没有我一毛钱的事情。哎呦，打刚才康熙康熙跟人说这些话，到现在落一这个，我跟谁说说？我告诉你，哎，您瞧，还是我穿着合适，真的。你说这孝带子也是哈，你瞧系这么一圈正好，你瞧帽子也合适。我寒了心了，知道吗？您家里边父母双全，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啊，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哥们儿兄弟笑话，那是他们嫉妒，同行同业说闲话，让他们死去。您都不怕，怕什么呀？对吗？这事儿我挣钱了，我对你这钱挣不着啊？怎么挣不着啊？你打刚才大伙儿瞧见了啊？啊，说翻脸就翻脸，说乐就乐，嬉皮笑脸。到灵堂，大伙儿哭得跟泪人似的，你跟着嘎嘎嘎一乐，你连我都给搁在里头了。这你看又乐，你看不您不您不您不明白啊？我们演员啊，那叫逢场作戏。说哭就哭，说乐就乐，说急就急，说瞪眼就瞪眼，逢场作戏，跟您闹着玩呢。您要是真赶上那个到那现场了，说哭我们还就能哭出来呢。真的假的呀？您以为我们干嘛的呀？那这比如说呀，啊，比如说这儿就是澳大利亚的灵堂了，比如说这儿就是了，这就是灵堂，来帮人搀着你，你就是那孝子，哇哇哭，你哭得出来吗？我到这儿就磕头，眼泪哗就下来。这咱们这别挑战我，我演员我练过。我跟你说呀、啊，你真别瞎说，因为那个现场人也多，按老理儿办，和尚老道念经的乱七八糟的都有人，大伙儿同着人一瞧，你一害臊来不了，越热闹越好。就我知道老事儿办这事怎么意思，人多念经的啊，对，请和尚，对对，请老道，请僧道翻尼寺腾经，这是我明白。和老道都有人念经，都跟真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到那儿就是哭去了，对吗？我到那儿，我这一进入状态，我谁都不知道，谁都不认识。只要到最后，您把那几饭盒，您到最后一给我，我就哭了，就完了呗。我多少有点不放心，真的。您干嘛不放心？您这不信任我是吧？这么多年了，要咱们这样好不好？啊，好比这儿就是澳大利亚了。刚才您不说了吗？这儿就灵堂。对，老头就跟这儿死了啊，停在这儿了。嗯，这一大帮人念经，嗯，然后有人搀着您在灵堂，您就泪如雨下。我就放声大哭，我一瞧罢了，嗯，是干这个的，行行不行？行，那咱们就上澳大利亚，那咱们现在就试试。还不行？怎么了？都知道老头啊绝户，哟，四个闺女没儿子，你这一来算哪出啊？那，哎，就说老头啊，啊，外边有一菲律宾的二奶，好吧？我还是外宅生的，嗯，就是他了啊，就是他，行行不行？这咱们试试，那咱们叫几个帮忙的来，好不好？可以啊，来来来，列位念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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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咱们还抬什么杠？
收拾收拾。来，嗯、来来来来来，帮我帮我搭的这个。哎，这桌桌底有东西，桌底有东西，有东西。东西东西慢点慢点慢点。收拾一下嘛。这个行了啊，哎，各路的神仙都来了啊。你瞧我的，那错不了啊。哎，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的大了啊，就我就认他，他是搀着孝子的，还有人搀着孝子，一难过他得搀着啊。得嘞，哎，这后边这个是哪路神仙？那跟僵尸打架那怎么回事？就什么都有，对 对, 对，各种不受他们干扰，那错不了，我就成结果缘。行，哎，行，我暂时我替他来这个、啊、这大座，好不好？啊，这念经念经这，对对，我来这大座。嗯，您这是大座，大座大座大座，哎，大座 啊，我来这个啊。得嘞，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你爸爸呀，这个啊啊。我爸爸也太卡通了吧，这个，这就是你爸爸，这怎么还作画了？我爸坐着死的。嗯，行，来，行吧。啊，你爸还真软和。嗯，哎，您这真软和，你不知道你现在什么身份？太好了啊！你老左顾他爸爸干嘛呀？哎，行，挺好啊。啊，现在就是啊，到了澳大利亚了啊。哎。各路神仙都来了，给你们老爷子超度，像不像三分样，作比成个样。嗯，好吧，来吧，列位法师，哎，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于老师，哎，免痛接哀，来吧，茶捧扶着。哎，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别着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哪儿啊，我爸爸死了，谁过生日呢？这啊，不不是，先试试嗓子。这是孝子，来吧，我这等着呢。先试试调门。哎，刚才那可是胡来了啊。哎，来，咱们正式开始。Happy birthday to you， 外国话。Happy birthday to you， 行，这都改英语了，你许个愿吧。又来，我老有这个，还是这套是。那个，你爸爸死在澳大利亚了，死了，懂英语啊？这不是按北京白事儿吗？念经。草长成就，这行了。镇济疆场，摘出千城上香设拜。看下海中巨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醒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接的接的波儿，接的波儿僧，接的波儿僧，接的八爪嘿。什么乱七八糟的？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的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嘛咪嘛咪嘛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爷嘛望乡台，王爷嘛望乡台，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回不来，回
我妈一块儿死的，这是。我刚听一点经的意思。摩诃巴扎那帝，呀头美，奈何美色，美美有这样强大美腿，找个美国妞空抱着脸色，走了你快点砸了美色，金戈被火。这吊孝的孩子们，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拉小手，走路不怕滑，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什么乱七八耶，如来耶，玛尼玛尼本来。少回人，少回人。谢谢。81岁的老寡妇，少兴没神儿，自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子犯了白裙儿，死了那个当家人儿。过了门子92天儿，他没买个奴一对儿，难为他耐性儿，他是一个好脾气儿。花花耶，如来耶，玛尼玛尼红哎，太热闹了这。弥陀佛，老司机带带我，小妹年纪轻啊。老司机带带我，小妹年纪轻啊。我管你年纪轻不轻，多做一个肥油门。啊嘞嘞，啊嘞嘞，啊嘞啊嘞嘞，我活嘞，如来嘞，啊嘞啊嘞嘞。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外甥，给我一把小皮鞭，叫我女王。如来耶，如来耶，哪里哪里都来。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我爸爸可能死在这帮人手里了。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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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我佛耶，如来耶，玛尼玛尼红哎。别老这句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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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佛爷，如来爷，玛尼玛尼红哎，嘎嘎哦啦啦，如妈如妈妈，哦啦啦啦啦，我把耳朵埋。我佛爷，如来爷，玛尼玛尼红哎呀，小子手痛啊！来爸爸呀！快穿起来，快穿起来，穿起来，穿起来，穿起来！哎，您觉得怎么样？太好了！咱们见姑奶奶去不了啊？怎么呢？老头还没死呢！去！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今天也是临时，这是条裤子，是想乐这个吗？真的，我现在我能张开嘴就不错，我跟你说吧，老味儿了，我跟你说吧。哎，我能问问这两个道具是谁送的吗？这哎，太及时，我们俩来没有道具，我们俩，我找了半天就这个，我哎行，谢谢谢谢。后台还有一人光着屁股呢，我要不先给他送回去。光着吧，让他光着光着，这么着的凉快。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俩没有专业演出服装，对，这我们俩也是，这没对、谢谢。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就是探班来的，没想到呢，我们俩蹭了一场。谢谢。你们这么玩的，把我俩叫上来就爱他爱他爱他，他们说艾特我，艾特我是圈我，是艾特我。
你看你也不嫌脏，你说谁？谁？出去吧。行行行行行。行了，你唠着实惠了，你。就是得稍微等两天，这两天不行。为什么呢？这两天我刚回来，我得休息休息，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们俩是今天也是刚到北京，然后我们俩下了火车，然后就昨天。不是昨天回来的吗？哦，这样显得咱忙。对，我们今天刚回来。哎呀，今儿挺累的，真的。对。刚我们刚打那个南站、北站、西站那边拉完活回来，我们的。行，这个不露脸。我们俩现在出门都得打滴滴，滴滴打滴打，我们都出门。有事说你唱什么？滴滴打滴打，每次非得说这滴滴打车，是不是滴滴打滴打？你爱干嘛干嘛吧。当然，有时候确实这回我们赶上这个演出。这个排的比较满，哎，对，就没回来钢丝节演出，但是赶上个尾巴啊，也算赶上了，对，心里也特别高兴，因为我师傅说今天你必须得来啊，因为你看他乐的这个样，对，因为蛋糕之神就是他啊，因为得有一个扔蛋糕的环节，你知道，因为他知道我练过，知道吗？我撒的匀，你知道啊，基本上吧。一二最后一排都能撒到，行，就扔满场，是不是那意思？对，当然说实话，现在大家伙对德云社呀，不光说我们哥俩出门，好多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单纯喜欢我们哥俩，哎，不是这个意思，喜欢我们后边的德云社这仨字儿，默默喜欢师傅，得先捧领导，这种场合一定要捧领导，再捧团单位，再捧个人，明白了吗？这个顺序要是这样啊，喊出来，听得见啊！涨工资，他能给咱涨工资吗？涨一块是一块的，你看德云社都涨一块一块的工资，涨都不够坐公交车的。我跟你说啊，就说实话，啊、我师傅确实名气大，哎，对，大大特别大，师傅大呀，真大师傅，真大师傅，你是夸他哪儿啊？这是。你也说的名气大，哎，哪儿都行，你得具体夸了就行，夸了就不丢人，是人好，哎，对，对不对？当然说好多观众一看，尤其这个钢丝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是是是，都来了，嗯，我没到，因为人家小月人第一天收徒，人家推个好多事儿，人家也来回来了，说搬家谱没你呀，对，没烧饼啊。你是不是让给轰走了？钢丝节你也没上，你是不是找地儿哭去了？我后来我也是哭了哭。当前日时候修家谱的时候，我们这有一个管事的叫刘贺英，你知道吗？师弟，对，打电话，我说贺英，我先问一事儿啊，那个家谱里边有没有我？要是有我就聊，没有就挂了。对，太伤心了。对，啊，就说有我就有朱云峰，朱云峰，就只是我很少叫这个名字。对，我租出去了。指这挣钱呢，现在挣点试试。烧饼比朱云峰值钱啊！这朱云峰没人用，租出去，租出去好，一天五块钱，谁愿意叫出去？按天收钱，按天收的。你知道明天什么时候涨价？就说这意思啊！当然说师傅火了，带着我们这帮底下的孩子们、徒弟们，一点一点都火，越来越好。整个德云社今年来说20周年，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哎，对，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哎呀，这个主流范儿越来越足了啊！现在，哎，说的真好。当时哎，跟个人似的，接着说。对，但是说实话，一见着大家伙就没有必要说像外边似的，啊，跟人家那个。有的时候你让人说德云社的，咱不是说非得，咱们得端着啊。咱们德云社，尤其我们这种德云社一提师傅郭德纲这样的小相声演员一出门，让人家尊敬。哟，嚯嚯嚯啊！让人有的各大栏目那个编导什么知道，特别尊敬。哎呦，您是啊？我你好，我是少爷啊。你师傅是郭德纲吧？对啊！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哎呀，你哎呀，你出去。哎，怎么给轰出去了？这可能走错台了，我可能啊。人家一听这太厉害，好，太好的啊！好多人因为什么？我师傅口碑好。对，因为口碑好吗？刚才你夸他大好，好大大哥，特别大，对，口碑特别大，好，又大又好，对，行，
对，就口，这刚才是我口误的。好，这人缘特别好，人缘好，走到哪儿都好多人都照顾我们。是啊，出去，当然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通过我师傅一点点提拔我们，好多观众也都认识我们。对，但是有时候认识是好事儿。对于我们来演员来说是一种认可。哎，对。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种尴尬。有什么尴尬呢？就是体会到我师傅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去澡堂子洗澡。他不洗澡吗？不是他不洗澡，哦，是那于老师受得了吗？对，也是，对不对？他不洗，于老师也得给他洗。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就说那意思。你看，我知道为什么师傅不去公共浴池洗澡，为什么呢？就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大家爱知道我健身啊，对，锻炼身体。有时候健身房，有时候，差不多了。太缺德，多缺德这玩意儿！让我们上来，让他们歇会儿，趁时间换完衣服就让我们下去。对，然后我说完了，说完这个的，就跟这正健身呢啊，猛男那劲儿都上来了，嗯嗯，过来一拍我肩膀啊，有什么？是什么一拍？认出我来了。哦，有一个同样健身的人，哎，不是，一块健身的人认出我来了，啊，曹鹤阳。这可能是我的观众，这可能。我说你瞎呀？认错了，不是。哦，不对。但是我有那么胖吗？我不胖，我还行啊。跟你们说这，你们没买那拖的票。哎，一会儿后面那小火车要上来了，我跟你说，小火车。一般啊，这种尴尬的时候都是逗哏来解决，来吧。我加多少钱啊？加钱。刚才不看见了吗？刚才都。行行行，差不多，刚才那谁说生孩子那回家看见了，回家。其实挺尴尬，你想他健身的让观众认出来，他叫我的名儿，你想多尴尬？特别尴尬。对呀，啊。然后到洗澡的时候，人家反应过来了，哦，拿着百度百科查。洗澡时候拿手机啊，拿着这查也不怕连电电死，我跟你说吧，哦，过来查，一拍我肩膀，是不是烧饼？哦，认出来，这回认出来，哎，是不是？啊，我这跟这洗着呢。啊，停！哎，洗哪儿呢？你这？都在洗洗啊，哦，为什么都在这个部位均匀啊？这儿你看就没有生活了。为什么？我没带那个浴球，这么着一搓起沫。我没猜着啊，这有几个起沫的区啊？这儿可以了，行了。我说我不上来吧，非让我上来，你知道啊？跟着正洗着呢，过来又一拍我肩膀，能照张相吗？当时我想，我脸上应该长毛，这泡泡沫照着。谢谢。哎呦，送锦旗的啊！哟呵，很高兴啊，嗯，我们哥俩跟于老爷子，我们把这别提这，我把撤了，别撤。这个就是听相声的最高境界，知道吗？好多人都说在台上老听我说谦儿哥的父亲，没见过啊，今天看见了老爷子，这也不是粉嫩粉嫩的啊，哎，特别可爱啊。钢丝节是一年一度，应该是9月12号。是，啊，缘由就是这个，2010年德云社复演，9/12，打那儿起呢，觉得是一个钢丝的节日，嗯，难为各位这么捧我们，是，所以打那儿起就算是约定俗成吧，嗯，每年这会儿都得庆祝一下，嗯，今年赶上德云社20年大庆，嗯。
正好今年九月份呢，我们是在北美、加拿大、什么这洛杉矶了，你把巡演去，嗯，所以这个时间就占上了。但是我又不忍心不演，就把这时间提前，就挪到这么四天，啊，这个说两天书，演两天相声，反正热闹闹吧。这个节目就比如刚才这个《福寿全带师傅经》，也就是小剧场或者这种状况下能演，对，大剧场几乎也不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很开心，咱们连欢一下似的啊，看你们挺高兴，我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我啊。你看今天就是我们哥俩演这仨，学小调八扇屏，最后这福寿全带师傅经，是你商演，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你演这个的，太累了，我跟你受那个累去了是吧，就薄皮馅儿大，讲点小笑话，人大伙一样很开心，嗯啊，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相声，这是规矩，对啊，人不能这个跟这个道理逆天而行，那就错了，嗯，所以说呢，再一次谢谢大伙这么支持，这么鼓励啊，是是是，这个每年呢，钢丝节都往台下扔蛋糕。啊，就是扔的这观众满屋乱跑啊，嗯，但是每年都是德云社小剧场扔，扔完我们自个儿服务员也好打扫，但今儿我来一看，人地上都地毯，对，这要扔一地啊，就不合适了就啊，所以待会儿你们要是谁要是还喜欢这个环节，请你上来，我会找俩人摁着你，然后玩了命的，我拿蛋糕呼死你，我告诉你。挺开心是不是高兴，我估计他们一会儿有一会儿我点几个熟人、嗯、每年都挨扔的，像这个这都跑不了，这都是啊，因为这出来之前这都带着衣服来的这几个姑娘一会儿扔完之后哗一换没事，哎这嗯嗯挺好，很开心啊，是很开心啊，嗯这几天呢德云社又收徒弟，嗯啊，就是栾云平、岳云鹏收徒弟，是完事儿又修家谱，哎家谱出来正式的对外，这个有这么一份家谱、嗯、像人家从早年间其实都有家谱，是啊，就是保存在不同的老先生手里边，一辈儿一辈儿应该是往下续，这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姓郭这一支儿，我们家就有家谱，所以后来我就想，我说相声咱们应该也有个家谱，最起码来说你知道哪辈儿到哪辈儿，你比如说我们家祖籍郭德纲，我们家祖籍山西汾阳，嗯啊，我们家是那儿的祖籍，又打明朝啊从那儿就移民出来啊，或者到了哈、啊到了当年就是叫静海盐山天津那一带，嗯，我们家是一共从山西汾阳走出来哥十一个，哦啊，在路上去世的可能是两个，然后后来这几位就落在天津附近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支就是我的先祖，嗯，然后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这么传下来，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有从明朝传下来的一辈儿一辈儿的家谱，哦，所以我觉得说相声也是如此，嗯啊，最起码咱们知道谁是谁不是，谁哪一年来的，谁如何如何传承，哎，三年一休，因为这三年里你不知出什么事儿，你知道这三年谁咱们打跑了是吧？这些年我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啊，没有什么事让我觉得别扭了。这栾云平说那好，咱们家谱不行就用铅笔写的。栾云平说完我都乐了啊！因为最开始起草算这人头的栾云平说啊，师傅用铅笔吧，一擦就得。我说别去啊，反正看了看好些个徒弟，这我也挺感慨。啊，我不是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但是我很希望以后我是个相声教育家。我看着就这些说相声的，这个以前就炒菜的、做饭的、搓澡的、看孩子、修自行车的、保安的，干嘛的都有。经过我这一调教，都成了相声表演艺术家了啊！我挺开心、挺高兴干这个工作的。能力一般，水平有限，也是您各位这么支持我们走到今天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徒弟，我也给大伙介绍介绍，大老远的过来看看我啊，来。师傅好，师大爷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欧弟欧汉生啊，欢迎欧弟啊，这是我徒弟，特意从台北飞过来，赶在钢丝节的末一天要来看看师傅，嗯啊，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这个原来在节目里边我们认识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啊，为什么呢？脑子反应也快，不管是做节目啊、演戏啊，包括台上台下都特别可爱。我就是跟他这么一说，最后挺高兴，他也挺高兴，我也挺高兴，我们就把这事说下来。当时是在维也纳，在维也纳就收了他啊。后来节目里边还播出那小花絮，
到后来修家谱的时候，我把欧弟也写上啊，也正式是我们德云社的一员。说不说相声，他也是我徒弟啊。以后不管到哪儿，天南海北，冲我的面子，列位多捧多关照啊。你们也看见了啊，我这个每个徒弟啊，风格状态不一样。他现在在台北啊种地呢，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师傅，秋天到了，刚好丰收了一些地瓜。好吧，我们这儿都说白薯，他说地瓜。你看这边啊，这也是来了个老台北啊，挺好啊。这个相声没指望他如何啊，不管是做节目、拍戏啊，很希望欧弟最后能有一个好的成绩，给我们也露脸，给自个儿也露脸啊，特别的好。再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来了不能白来啊，欧弟多多少少表演个小节目吧啊。啊，好，你们喜欢他演什么呀？哦，让你种地啊，让你演个种地是吗？跳舞啊？别着急，一个说完再说。那个最丑的先说。哦，都挺寒碜的啊。唱歌啊，跳舞啊？他们说让你脱一个。脱不是郭麒麟的事吗？他看腻了他们了啊。那就来个 Big Box 吧。太好了啊。来吧，棒的。这个学的是于老师上厕所肠胃不好，有点凉气，凉气啊，挺好。刚才后台都引进都见了，今天来的是他的部分师兄弟，基本都认识了吧？哎，快了快了。那行那行啊，有一个长得特别丑的，那叫岳云鹏，见过吧？哎，没来啊。没来，太丑没让来啊。太寒碜了。来，后台的都上来，再来了，快来快来来。爱谁的都有是吧？啊，来，都往前站吧，都往前站，往前站啊。嗯，爱谁的都有哦，爱孟鹤堂的是吧？哦，有爱于老师的吗？不学好，这都是打澳大利亚回来的有钱人啊。行了，记着啊，走到这儿不许再趟浪水啊，这个地方不许趟浪水啊，谢谢吧啊。钢丝节就是跟大伙儿一起过节，很开心。嗯，下半年德云社还有很多商演，比如九月份的北美加拿大，啊，比如说十月份的澳洲巡演，反正事儿也挺多。还是那句话，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四百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了，谢谢。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有会唱的不要唱啊！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日夜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呀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也莫沾身。
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钢丝节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